我的帐主子来了，大哥怎么了？你什么嗓子那是？怎么这么惨呢？男粉丝这一嗓子可是把小编吓得不轻。德云社粉丝到底有多硬核？还得是这群宝藏大哥，今天来看一下我社粉丝高能搭茶合集。那千人上千，你来，大哥你来，你去烫头。秦霄贤在台上慢悠悠的叠毛巾，没想到台下大哥一声怒吼，吓得老秦搂着酒香的胳膊不放。快点！当老秦在台上问粉丝：“你们都不睡觉吗？”都不睡觉啊！刘你怎么睡？宝藏观众不只是神接茶，偶尔还会起个带头作用，组织观众集体搭茶。我都来听。啊，你们要喊就喊齐点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有组织有序。大家排座位都留在继续听上课，我也是很感动。老师好。好、啊，谢谢谢谢。老师这两天很辛苦。我社的粉丝就是这样的出其不意。神经，我有运动神经。王瑶，我今天有人踢球吗？我去你的！哎，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？哎呦，来聊一聊。什么东西？哎，您说。谁呀、啊？我女的。恭喜大哥，意不意外？意外。交流一下。广告楼，广告楼来的。咱们刚才广告楼演看了吗？没有。今天看完谁就过来的？看完张九南就过来。看完张九南就过来。不是你说。刚才穿黑色。张九南。穿绿色。今天双狗是吗？今天双狗是吗？你是他妈的。哎呦。快叫声妈妈让我们听听啊！我是你爸爸。你跟谁来的？跟你女朋友。在德云社小剧场演出，演员们和观众面对面表演，有些粉丝总会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快乐，啊，那个送你一个蛋糕吧。你刚才是哪个蛋糕你喜欢？这是被我吹。不给，不给！你们别打架啊！我可没说给，别打架啊！哎，冲我来，冲我来。憨憨傻傻的老秦虽然相声功底一般，但是凭借着高高帅帅的形象，收获不少铁粉。哎呀，那个小大粪嘴！小大粪嘴，你咋这么帅？对啊，小大粪嘴，你的包都太腻了。老秦，我来自内蒙古，有机会带你去骑马吗？这里面我们所有人最感动的是。粉丝接茶九男更是常有的事，九成风度翩翩。德云社小粉丝神接茶，他们虽然小，相声听的可不少，经常能在关键的时刻语出惊人，有时候弄得众脚不知所措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德云小粉丝接茶名场面。放歌吗？我问了。我只有一个灯。不是。看看我这体格怎么样？看我这体格怎么样？
我就先吓你一跳吧。你废话，你要不带那下吓得着我吗？带膀子，看膀子，你回去看膀子。我爸爸没儿子。对。让他抓住，给孩子拔龙管，抡下来。你跟他说，你让他撒。是假的吗？我知道那是假的。